林子小姐，您来了。您好。您好。请问马先生在吗？哦，马老板不在，他去治安大队了。但是我们赵老板在呢，要不我上去给您叫他去？不用了，我自己去找子兰姐姐吧。正好我也好久没跟她聊天了呢。啊，得，那您慢走。 嗯，你说他咋又来了？肯定没好事。不是，人林子小姐来怎么了？我看你啊，就是嫉妒人家，嫉妒人家比你长得好看。我，这破嘴！哎呀，行了，你这是有没有点出息？数多少遍了啊？佳爷，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切，瞅你那德行。 跟我去万利赌场，保证你一个变脸。佳爷，您又要去赌啊？这万一……什么万一啊？别乌鸦嘴，行不行？不行，我本来还想着今天晚上回去管我姐要钱，再来翻本，谁想到天上掉那么大一个馅饼？咱俩今天运气绝对旺。我跟你说，就一句话，去还是不去？ 走啊！子兰姐姐，哎呀，林子小姐啊，你怎么来了呀？来看看你啊。 林子小姐，你可是好久没到姐姐这来了啊！前几日啊，我还帮你留了鱼腐藏羊肉的食材，左等右等，你就是不来。你是不是把姐姐忘了呀？怎么会呢？这些日子啊，我嫂子身体不大好，加上学校又比较忙，所以才没有来。可是我这肚子里的馋虫早就抗议了，所以我今天来啊，就是准备大吃一顿的。没问题，我这就叫厨子帮你做。哎呀，不着急。 现在客人正多，我就不给孙大厨他们添麻烦了。嗯，等他们不忙了再说。那也行，再说了，我都这么久没见你了，还想跟你聊聊天呢。好啊，哦对了，我还给你带了礼物呢。真的？过来，这个呀是我专门为你挑选的，法兰西的丝巾。哇，真漂亮！喜欢吗？太喜欢了。 来，帮我戴上。来，快来看。子兰姐姐，你真美。哦，那个是我嫂子为你准备的，说是感谢马先生救了我哥哥。秀美夫人太客气了，我们当家的吃的可是官粮，保护村上阁下的安全是她分内之事。 那可不一样，哥哥说，要不是马先生及时出现，他就危险了。所以我嫂子说一定要谢。嗯，那好吧，那我替当家的谢谢秀美夫人了。跟我还这么客气，子兰姐姐，嗯，我可是把你当自己的姐姐。可是你，根本都没把我当妹妹。哎呀，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林子，怎么会呢？ 我可是真心实意的把你当亲妹妹一样，你要是不信啊，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好不好？<笑>我跟你开玩笑的，兰姐姐，你这屋里的布饰太好看了，真的呀，还有这么多漂亮的首饰盒呢。 你要是喜欢的话呀，我哪天送你一个啊？好啊。<笑>
啊，运气太背了。老孟，过来。佳爷，啥吩咐？还有钱吗？您还赌啊？我真没有。我赌个屁呀！赌今天财神爷爷不在家，再赌裤子都输了。我饿了，给我俩钱，我喝两盅。我真没有，就剩一点，还买包子。这还剩俩，要不给您？ 啥馅儿？韭菜。你说，咱以前吃东西什么时候给过钱？可现在这日子过着就憋屈了。江爷，这都是主任啊，您又不是不知道。前些日子一个弟兄吃饭没给钱被告了，那叫一个惨，差点就被赶出去了。 哎，不过江爷，您别说，自从主任把这规矩给改了，弟兄们现在出门个个抬头挺胸，咱再也不怕被人从背后戳脊梁骨了。不戳脊梁骨有屁用啊！我要的是有钱花。我姐夫不是不让我捞偏门吗？好，我管我姐要。你姐能给你吗？不是，她想不给都不行。 お兄ちゃん。どうだ？何かわかったか？ジャオ家の宿をくまなく調べたけど、何も証拠になるものは出なかった。でも問題があるのは明らか。つまり、あの箱は奴らの手中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か。まだ何とも言えない。ではなぜ今問題があると言った？私の直感。 では私は誰を当てにすればいい？ウェイ・ハンシュン。彼はどこにも属さない。彼の波状の立場を利用して箱のありかを探すの。什么破玩意儿啊！ 你这跟谁生气呢？盒子。哈哈，你跟一个盒子较什么劲啊？你这拿回来盒子根本就打不开，你看我这手都掰肿了。我看看。没事。哎呀，这个盒子我之前也没能想着办法打开它。我看啊，这就是一铁疙瘩，根本没什么用。要不干脆你还给日本人得了，别是那个什么吉田的私人物品。 对我们没什么用，对人家可能珍贵着呢。一个打不开的盒子，里面能装什么呢？小心啊！ 行了行了行了，别敲了，这再敲坏了。子兰，要不这样，这个先留下，容我再想想。万一里面真有什么宝贝呢？宝贝？嗯，这有宝贝也是别人的呀，你可别担心啊。主任，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哎呀，向平，咱们是兄弟，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啊。 昨天我发现有人进我家了。
倒是没丢什么东西，可是我就寻思着，这个和山田来咱们治安大队搜鸦片这事儿，如果联系到一起了，啊，也可能是我多心了。向平，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多心了。哎，那我先走了啊。哎，向平啊，你这平日里没事啊，就去我赵家客栈坐坐，咱们俩聊聊，聊聊管理上的事儿啊。好嘞，谢谢主任啊，我先走了，你去忙吧。哎，这藏钱的地儿又换了啊！万一里面真有什么宝贝呢？我们家的传家宝，当年西洋鬼子进贡给慈禧太后的，这后来老佛爷又赏赐给了我们家。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还不舍得抵押的。
我看看。 大江兄弟，你想顶多少？至少10000满币吧。最多5000。不是，那给我吧，我不要了，不要，别急呀。 大江兄弟，今儿啊，我就给你的面子。来人，给我这大江兄弟拿钱，顶10000满币。老徐，你够意思啊！不过你记着，这不是卖给你的，这只是暂时抵押在你这儿。我一会儿赢了钱，立马就赎回来。放心吧。 这盒子啊，可是今年最流行的，哎，要不要来一个？哟，赵队长，今儿您有空啊？不是，您找什么东西啊？不是，我记得以前在你家见过一个大概这么大，银色的那个首饰盒。首饰盒是吧？啊，放在哪儿了？ 您说的是这个东西吗？哎，对，就是它，纯银的。我今天呢没带钱，用不用先跟你赊着呀？您说这话不是见外了？这个您拿着，<笑>懂事啊！这以后要有什么难处，张嘴啊，姜也全给你摆平了。好嘞，啊。<笑> 小雪，在哪儿？道上的兄弟跟咱们的人说，昨天万利赌场的徐东收到一个宝贝盒子。徐东？怎么会在他那儿？我也是在想啊，这徐东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主，我估计又是哪个赌棍给输进去的。走，咱现在就去万利赌场。 是怎么个意思？徐老弟，听说你这儿收入的盒子，那是我朋友丢的，偷啊！哎，撕下来瞅，哎，没想到这东西落在小弟您的手上了，给我个面子，这东西我收了。不对呀，昨儿人家还说那是什么人家的传家之宝，怎么就成了你朋友丢失的了呢？ 一人一个说法，这不重要，就当是我喜欢，我把它卖了，啊，20万。
行了呀，琢磨啥呢？给个回话。喂，老板，那不是我给你，这东西没在我这儿啊。在哪儿？那谁送来的，又送给谁了？啊，昨天晚上他就拿走了，我就全当是送了个瘟神，送走了。 这可是道上的规矩，这我还不能说。再说了，我还真不知道，也就一过路的，听说已经出了哈城。啊？那能不能麻烦您帮助我们打听打听？那打听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可以。不过这个费用，喂，老板，要不这么着，这钱就当定金了，怎么样？ 爽快！老爷，我现在敢肯定，这盒子就在徐东手里。我看出来了，您瞧他说他的口气。我没想到这小子比陈老黑还黑呢，啊，给他20万他都不满意。老爷，哎，再准备20万，我就不信他不卖。 老爷，您刚才还没看出来啊？这徐东咱们是喂不饱的，再给他20万、30万，他也不会卖给咱。那我就直接捅到村上那儿去，我就不信他敢留着这盒子。这可不成了。咋的？你想，这徐东是个什么人？那沾上毛就是猴，比谁都精。那盒子藏的肯定谁都找不着。 村上现在又这么着急要找这盒子，咱没有确凿的证据，您能说吗？到时候万一找不着，咱掉链子了。老爷，您可别忘了陈老黑的下场。这事儿啊，还真不能提前告诉什么人。对，没想到我让徐东这小子给黑上了，给我盯紧他，啊！您放心。 我要回去，我这，我来一个人。哎，你怎么就回来了？在琢磨什么呢？昨天山田以检查大烟为借口，搜查了整个治安大队的宿舍，到了晚上。 刘向平说他们家白天进去人了，我怀疑小鬼子在找什么东西。找东西？那找什么东西啊？就是不知道啊。哎，对了，那个盒子呢？盒子？哪个盒子？就是在吉田车上我捡到的那个。啊，就那个首饰盒啊。嗯。 就放那个梳妆台上了呀。你不会认为跟那盒子有关系吧？那他们到底在找什么呢？今日の午後、ウェイハン市長と厨房員が。 小さなカーセル箱を持ったまま、ワンリー賭博場へ入ってきました。しかし、出てきた時には何も持っておりませんでした。ワンリー賭博場、皆さん何しに行った？はっきりしたことは分かりません。しかし、ウェイハン氏は約束しました。必ず手がかりを見つけ出すと。そこから察するに、ワンリー賭博場の修道という男がおそらく手がかりを知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 知道我在回头。好，徐爷，没事吧？没事。我跟你说啊，今儿啊，我收那盒子，肯定是一宝贝。真的呀？
肯定要去找哪个狐狸精去。是啊，是我，大佐阁下。大佐阁下，我可是什么都没做呀。徐东老板，我问你，今天魏寒兄是不是去找你？您说魏老财？ 对，他是来找过我，那给了我20万，叫我买一个盒子。这也可以说，你知道盒子的下落？我知道是知道，不过，什么？盒子在谁的手里？盒子在赵大江手里啊。赵大江。 你没有骗我吧？大佐阁下，我真的没骗你啊。那赵大江今天来赌钱，他把那盒子抵押给我，我还给了他10万块钱呢。大佐阁下，你是知道他，那赵大江他就是一个无赖，他仗着他姐夫是马明山，他整天在外面胡作非为的。你说他赌输了钱，那盒子就应该归还给我了呀。可是他拿枪逼着我，非要我还给他，说那个是他的传家之宝。 我哪里惹得起他呀？我就把盒子还给他了。那您的意思是说，现在盒子在赵大家的手里？反正我是还给他了，在不在的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就觉得那盒子是他偷出来的，现在应该还在那个赵子兰手里。大佐阁下，修道老板。 你知道即便我的后果吧？大佐阁下，我已经派人去于大家还有你的办公室进行搜查。大佐阁下，让我找到盒子。大佐阁下，我真的没有骗你啊！大佐阁下，白山大佐。 那个盒子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礼物，如果让大家知道，会影响到我们的友谊，所以今天的事情，我希望没有其他人知道，好吧？好，你放心。辛苦了，走吧。 大佐阁下，どうやらあの箱はジャオズらが持ってるようだ。何人で行きますか？大げさにはしたくない。我々だけで行くぞ。好。 大佐阁下，您这么晚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马三啊，赵老板，我已经知道了，盒子就在你们的手里，拿出来吧。盒子？大佐阁下，您说的是什么盒子？我这儿有一堆盒子，不知道您说的是？赵老板，赶紧拿出来吧。我之所以千转万向客栈没有人的时候过来，就是给你们两个人面子。我不想把事情闹大。你看，我这个朋友做得很到位吧？嗯。你们如果不吉祥，就不要怪我直接派人过来搜查了。嗯，大佐阁下，您这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这盒子到底是什么盒子啊？看来你们就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哎，大佐阁下，大佐阁下，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刚才说了半天也没有说清楚你想要什么样的盒子。是啊，だからそのこれぐらい、これぐらいだったな。あの大小是这么个大小，好像是一个首饰盒一样的。啊，首饰盒。嗯。我梳妆台上有一堆首饰盒，要不您过去看看哪个是你要找的。那个盒子呢？我放桌上了。叫老板，啊，里面的东西呢？里面的东西，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你知道了吧？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哦，大佐阁下，这个首饰盒是我们家紫兰以前装首饰用的，不过已经很久没用了。您在找什么东西啊？我在找什么呢？大佐殿，箱が本物かどうかは吉田先生にしか判断がつきません。叫老板，马三，对不起，我们丢失的那个盒子是吉田先生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个盒子是不是哪一个，我只能把它回去给吉田先生确认一下。如果不是，我立刻还给你们。没关系，没关系。啊，大佐阁下，大佐阁下，再喝点茶吧。大佐阁下，您慢走啊。大佐阁下，这盒子怎么打开了呀？被人掉包了。掉包了。盒子还真不在了。都谁来过我办公室了？错了，我求求你饶了我好不好？我就是好奇才偷偷把那个盒子拿走的，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再也不敢了，你饶了我吧。哎呀，我的小美人啊，你是歪打正着的干了一件好事儿，你救了我了。徐爷，你不怪我？我不但不会怪你，我还要好好的想想你。真没想到啊，这个盒子对于日本人来说那么重要。不过村上手上拿的那个已经被人调包了。对呀，
我刚还想问你呢。哎，我可没动啊，一直可是你保管的。不过，不管是被谁拿走的，也算是帮我们躲过了一劫啊。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不把这个人揪出来，我们的处境啊会非常危险。那会是谁呢？ 孙大厨他不可能，老六更不可能。这样看来，只能是二狗子了。二狗子？我觉着不会，他不是改邪归正了吗？那不是他，难不成是大江？我弟再混蛋，他也不敢偷我的东西。现在只有他们两个最值得怀疑了。绝对不可能是大江。 肯定是二狗子，那以前陈老黑能用钱收买他，那现在一样，别人也能用钱收买他。我找他算账去。哎哎，子兰，你先别冲动。这万一不是他呢？你这么急匆匆的去，他会怎么想？这被人冤枉的滋味是很难受的。那你说怎么办？我有主意了。请。 全く違う。私は帝国の運命を左右する鉱物をこんな奴物に入れていたとは。君に言っとく。あと4日だ。私は疲れた。休む。行きたまえ。 監督軍総司令部へ越した専門家だ。チームは計画成功の鍵を握っている。帝国がこの戦争に勝てるなら、あの男がやりすぎても私は構わん。今から麗子の家に行ってくる。ではこれは明日ジャオズーラに返しておいてくれ。箱違いでしたと一言添えてな。 Thank you.
等你张开温暖的臂膀。